哎，大家好，我是狐狸。现在好像在要开放牧场，看一下。啊，现在已经开放牧场，还蛮幸运的，看人跑过来看。现在已经开放入场，大概32个人吧，32个人。先去他们的视听教室。我应该还是坐到第二排。应该是坐第二排、第三排。所以你今天是不是也很早？但是大概是4:30。这边吧。可以睡一下了吧。可以的。还没做嘞。所以还有剩，还有剩。没有，后面有没有？你知道爸爸几点出门吗？3:30。那你要先什么课？我礼拜一要球队，礼拜三要指令，礼拜四面包图，礼拜五球。你今天几点起床？我今天6:23。6:23才起床。不过好像有早一点点，因为我有赖床下。小猫咪，你有没有很早起床？那这个是我在车上刮到的。是啊。有一条很细。嗯。小猫咪怎么了？嗯？你刚才问爸爸什么？不许一直扫货哦。你说什么？不许一直说把小。好啊，那你问呢？爸爸嘴巴是小啊，可是不行一直重复。我爸爸嘴巴一点都不大、啊、一点都不大意思是什么？好了，
哎，小猫咪，你今年几岁？你今天要不要去坐脚踏车啊？怎么了？哎呀！哈哈。自己新的哦。好了，姐姐去上课了，拜拜，小虎。小虎，小虎，小虎，对。如果我的影片觉得爸妈很喜欢，要记得订阅我，让我下次见，拜拜。哦，姐姐无情的去上课了。哦，有香爸爸一个了。小猫咪，小猫咪，你有没有香爸爸一个？要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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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嗯，你嘴巴是大还是小？我嘴巴是小。嗯。加油。嗯，有。你会不会做的太那个了？但是我是吃的哦。要上来呢，你再做，这样做，躺跪飞椅来，快点，躺跪飞椅。这样会不会很熟悉啊，妹妹？嗯。快36号了，刚刚太远看不到了。36号家长。对呀、啊。36号。嗯。换妈妈了耶！36号。这样有看到妈妈吗？没有。看到妈妈了。这么厉害，爸爸眼睛。这太小了，不要老化眼睛。妈妈不是就看，妈妈不是就是说那个吗？对啊。黑色格子的衣服。哦，黑色格子，对。好了。30。看到黑色格子的。7。30。嗯。你们学校会放这个吗？会啊。是啊。所以我们要站起来吗？身体敬礼不是要站着？李碧啊。真的有两个家长站起来的哈，专门为了升旗敬礼。对，小猫咪要走了吗？都选那个吧。那桥子意面包头桥。爸爸，你打得开吗？多少钱？78。爸爸，你打得开吗？7890。哦，7890。好，走了。爸爸，你打得开吗？爸爸，斩断情丝。芝麻开门，收钱嘞。好，他的课是啊。他要跟我说，我跟他讲。你长得跟我很像吧？对不对？嗯，妹妹跟我比较像。嗯。好了，可是我是圆头，你是尖头啊？他是圆头，我是尖头。哦，你是圆头。爸爸也是圆头啊。姐姐是尖头的。是你。你这里有图书馆。嗨，今天小亮北北来接我们，真的？知道。这学校真讲究，所有的小孩都。我们等一下去吃意大利面好不好？好。合成意大利面啊。帮我按个喜欢，还有记得订阅我，还有按下小铃铛，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！还有记得订阅我。哦，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狐狸。今天等一下不对，要学林小狐，要学林小狐的开场才对。有点害自己有点怪，好啊好，我应该学林小虎开场那么顺的，然后平常拍他的时候都他都讲得那么顺。好，重来一次。